1800多隻大象和小象来到香港不同的地方和大家打招呼。每隻大象都有不同的性格，有些喜欢金鱼，有些喜欢打功夫，打扮成李小龙，有些就好喂食，整个月饼摆上身。这一隻就对天星小轮情有独钟，而他呢就最喜欢扮嘢，明明是大笨象又扮成鲨鱼。至于这十几隻大象就代表不同的地方做亲善大使。荷兰、伦敦、德国，你在伦敦又有没有见过这一种的士呢？大象巡游是全球最大规模的手绘大象雕塑艺术展，在2007年开始举行。创意总监戴安娜希望透过展览唤起大众对保育大象的关注。Elephant Parade is a global event. We hold it in different cities worldwide. What we're trying to do with our event is make conservation a fun and interesting and happy experience for the public. 其中100隻小象更加是模仿真实小象的大小而制成。这一隻天使象除了会发光之外，近距离望真一些，更加会发现入面隐藏了成1880隻象仔，好像在云端漫步游玩一样。至于它呢，身上带着盔甲，但同时结合了柔软的布料，象征着大象虽然拥有强大力量，但亦都是一种很敏感和脆弱的动物。而这一隻德国象上面就刻有一个钟，代表着时间不断流逝，大象面对的困境非常危急，必须马上采取行动拯救他们。这些大象都是由著名艺术家设计，好像这一隻身上面挂着风铃的音乐像就由一位年轻音乐家操刀。这些铜管本身其实是个声音很好听，但你不会想到其实它是一部机器里面的一些即可能散热的工具样。那就是我觉得我们的大自然其实本身已经很漂亮，其实我们不需要做很多很刻意的事去享受或者什么东西，我们如果欣赏我们原本大自然最初的模样，那我觉得是的，世界很好。那我相信 大笨象其实也都是受到同样的对待，就是我们有没有重视他们的生活。清脆的风铃声就最吸引小朋友了。这只大笨象设计师就用了3个星期的时间去完成，当中最困难的地方就是要将这些铜管切断和打窿，放在一起就可以发出很好听的声音了。至于这些小象就由小朋友操刀，来自协康会的他们虽然有不同的学习需要，但画起画上来都可以企定定尽情发挥。好开心。为什么？因为可以给人欣赏，他可以帮我们冲凉。帮你们冲凉？是。嗯。因为水喉面水他就可以用个鼻喷我们。嗯，9岁的泽浩2岁半的时候确诊自闭症，平时坐不定，脾气大，又不喜欢听指示，但一画起画上来整个人都定下来。还有呢？未到第二层呢？第二层有没有？平时不善于同人沟通的他对着画画老师就好听话。整隻小象由构思、草图到落笔，都由泽浩自己一手包办。见到泽浩专注画画，妈妈就最开心。未开始画画之前咧，佢就坐唔定啦，同埋咧情绪都比较波动啲。咁画咗画之后，你见到佢样都好开心，同埋咧专注咗好多。靓唔靓啊？靓唔靓啊？好靓啊，系咪啊？
見到仔仔畫的小象有展出機會，父母就最開心。大象巡遊將會去到九月初，在太古廣場、太古城中心和東匯城展出。展覽完咗之後，部分的大象會進行拍賣，為亞洲大象基金籌款。